年的一场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起的经济危机席卷全球，使得世界经济陷入了衰退之中。正当人们期盼逐步走出这样一个阴影的时候，步入经济复苏的阶段，欧洲的一些国家又出现了主权债务危机，世界经济面临的风险又呈现了多元化、系统化、长期化的趋势和特点。